跟你的同学玩，真的，真的，机器，打你哦！你看我，乌龙大咖，打你哦！因为他们没有训练过，他们反应慢，打你哦！我告诉你，我上次也被我们这样子。都不需要吓他，只是说不搭理我。那个李小龙表演的就不是这样啊，就啪，那绝对是指你有点那些打游西方，这不是搭理我。搭理我。我已经说要打你啊！你打你啊！这个不一定是功夫，心理做心理的打你，要打你的，你的注意力我就打你的，这就是这个才真正。好，好，来，来，来，像这个也可以跟他们打，我打一拳你挡我，好，结果我拳，哇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样你打一拳，拳，哎，拳这边，对，插我嘛，啊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哎，好，给你打我，那我看一下，我打你，你不是打我吗？哦，啊，我打你，你先打我，你打我，你打我就好，你打我我就拳打，我打，你挡不住我，真的，哦、什么？你打挡住我，漏，哦，那你现在因为有练过。我漏会漏回来，对，那你跟你不说，好，砰砰，我打你，对，你打，刚才是这个打理我，这个打，那现在这个打理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，打理我，哈哈哈哈打理我。打你哦，你不一定插好，打你哦。这我的想，就是一种心理作用。但是如果被如果是被偷袭的，很多是被这样就是被那，就是你是用这样靠着，这是算被偷袭。OK， 好。如果被放松，你拍给他放松，先放松。如果被这样扣啊，好，就是扣很紧了。OK， 你看哦，卡住他，然后你扣我。有没有看到？有。
你扣，现在还没扣紧，没扣紧，听得懂吗？我懂呀，是你的力量造成的，听得懂吗？那好，你扣紧，我怕谁拉倒，谁拉倒？你扣，你懂吗？他拍下来有几种，要去看，就挺好。道理我奇怪，我讲你这种话，道理得，得理啊！哪有不可以嘛？再来一炮，单挑最好。追行不追上，因为追上当然有追行。上！